各位佛友啊，大家晚上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分享佛法之前呢，请大家按分享到你们个人面子书主页，或者是其他吹水站。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时候呢，会有更多的人呢。有机会来听闻到佛法，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是要靠我们的助缘按分享，那么呢，他们才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如果各位的亲戚朋友有在外国的其他的国家，你们也可以按分享给他们，希望他们呢，在外国呢，在其他的国家呢，也是有机会听闻到佛法。佛法能不能兴盛在这个世间呢？就是要看我们每一个人呢，是否有没有按分享。我们都知道，我们按分享，也可以给我们自己的善业加分哦。所以按分享呢是一件善事来的。希望大家可以大发慈悲，按分享。我们也可以一边再等其他的佛友进来，我们拿出几分钟的时间，让其他的佛友呢。可以进来看我们的直播佛法分享，也可以顺便按分享。如果你们一直有按分享的话呢，在你们的名字上面哦，我们都看得到的，它会放出些了哈。所以呢，如果你的名字上面有些了出来，就证明说你这个人呢，一直有按分享，按分享哦。所以这个就是面子书的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按分享的话呢，那么我们肯定看不到那个 share 在我们的名字上面。甚至如果你们一直有跟从 Monday 的这个直播，或者是其他的贴文呢，你也可以看到在你的名字上面是 dot fan 哦。所以说，你的名字如果是 dot fan 的话，就是说你一直有跟从着我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啊。或者是其他的佛法分享。如果你的名字上面又没有 share 又没有 dot fan，就证明说你只是自己偶尔看，只是你把你从我这个面子书里面学到的佛法，只是你自己去认识罢了。所以面子书呢是非常的公平的。我们自己都知道嘛，我们自己学都听闻到佛法，我们都自己感觉到很好啊。那么好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不要分享呢？如果我们在其他的那在家人他们的直播，你会看到那些观众他们呢，他们的听众啊，他们的粉丝呢，也是会大力的按分享，也就是那些做网麦的那些直播手。或者是那些歌台唱歌的，开直播唱歌，所以他们的粉丝呢也是非常的用心协助他们按分享，所以呢，使到他们的直播呢，每一场直播呢都会有很多很多人进来观看，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一直在分享。好，现在我们呢要开始了哦，我们要以一颗虔诚的心。
一起来。啊，礼敬三宝，诵念三皈依五戒，和我们一起向三宝祈求宽恕。好，我们现在来开始，一起诵念。阿拉僧萨玛三菩提巴嘎瓦布达巴嘎万达阿毗瓦帝咪，我今起手礼敬佛世尊，远离尘垢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世上最尊贵的圣者，礼敬一拜。苏阿卡多巴嘎瓦达达摩达玛那玛萨咪，法为世尊所善说。我今起手礼达摩，礼敬一拜。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诃桑卡那玛咪，升起为善行已到的世尊之声闻声众，我今起手礼升起，礼敬一拜。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布坦萨拉南格伽弥。达曼萨拉南格伽弥，桑堪萨拉南格伽弥，卢迪安毗布坦萨拉南格伽弥，卢迪安毗达曼萨拉南格伽弥，卢迪安毗桑堪萨拉南格伽弥。达迪安毗布坦萨拉南格伽弥，达迪安毗达曼萨拉南格伽弥，达迪安毗桑堪萨拉南格伽弥，巴那提巴达维拉玛尼悉卡巴达萨玛迪亚弥。Adina dana viramani sikapadan samadhyami Kameso michachara viramani sikapadan samadhyami Musavada viramani sikapadan samadhyamiSura miraya maja pamadatana viramani sikapadan samadhyami Imani pancha sikapadani samadhyami Imani pancha sikapadani samadhyamiImani pancha sikapadani samadhyami Sidena sugatin yanti Sidena bhogasampada Sidena dibutin yanti Tasma sila visodayi因戒得生善戒，因戒得获财富，因戒得大涅槃。归因此境界，萨度萨度萨度。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向三宝祈求宽恕。伽耶那瓦扎呀吉帝那，巴玛帝那玛呀嘎当，阿扎呀伽玛咪班帝。不离般若达达嘎达，对于佛，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已已之所生，一切我今佛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呀吉帝那，巴玛帝那玛呀嘎当。阿扎央伽玛咪达玛，
三地地干，二干地干，对于法，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法全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哇扎耶吉帝那，巴玛帝那玛雅嘎当。阿扎央卡玛咪桑卡，苏巴迪巴那哈努达拉，对生起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生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诵念三宝功德。水念经和泰国十方三宝护卫经，我们一起来诵念：一地比丘，巴嘎哇，阿拉汉，三藐三菩提，维遮迦那，三般若，苏伽多罗，伽维多，阿耨多罗，菩提萨埵，摩萨埵提萨埵。地瓦玛努沙南波多巴嘎瓦帝，如来是一位尊贵的圣者，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明行具足，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听闻思，佛世尊。不但以为但亚瓦帝巴南萨拉南给扎弥。我誓愿生生世世皈依佛，直到底证涅槃。那提弥沙婆难还愿，波陀蜜沙婆难发愿，耶帝那沙迦瓦伽那诃多蜜迦耶曼伽蓝。以我并无其他归处，佛陀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娑婆多巴嘎哇达达摩三地地歌阿嘎帝歌耶喻巴悉歌阿巴那伊歌巴迦当唯帝达波明哟喻帝。世尊所善说的法，甚浅可见，无过时的，请来自看。他引导向内观，为每个知者皆能证知的。达曼耶维达雅瓦帝巴南萨拉南噶查弥，我誓愿生生世世皈依法，直到底证涅槃。那提弥萨拉南含愿，达摩弥萨拉南瓦然。耶帝那沙迦瓦伽那诃多蜜迦耶曼伽蓝，以我并无其他归处，法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可呼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可呀呀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可萨米吉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可呀迪达扎达里。菩提萨埵伽尼哈他菩提萨婆伽喇，耶萨巴嘎瓦多萨瓦嘎桑可，阿呼内哟巴呼内哟达毗内哟，安迦利伽喇尼哟哈诺达朗，波若揭当罗伽萨帝。世尊的声闻深重，是善行以道、真正行道、真理行道以及正当行道的，即是三宝贝的世尊之声闻深重，是可供养者、可供奉者、可施予者、可贺长者，为世间无上的福田。
三看一杯当呀哇的巴南沙的南个茶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一生，直到提证涅槃。那提米沙的南寒烟，三颗米沙的南瓦兰，一滴那沙加瓦吉那和德米扎亚曼嘎兰。以我并无其他归处，身体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布拉帕拉萨弥，布拉布达古南，布拉帕拉萨弥，布拉达弥当，布拉帕拉萨弥，布拉桑卡南。卢卡卢卡巴亚比万寨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罗萨巴拜萨巴格罗萨尼张来比万寨耶萨巴塔南萨巴拉班巴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阿嘎尼拉萨弥布拉布达古南阿嘎尼拉萨弥布拉达米当阿嘎尼拉萨弥布拉桑卡南卢卡卢卡巴亚比万寨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格罗萨巴拜萨巴格罗萨尼张来比万寨耶萨帕塔南萨帕拉班帕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达辛拉萨弥布拉布达古南达辛拉萨弥布拉达米丹达辛拉萨弥布拉桑卡南杜卡杜卡巴亚比万寨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格罗萨巴拜萨巴格罗萨尼张来比万寨耶萨巴塔南萨巴拉潘帕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哈达迪拉萨弥布拉布达古南，哈达迪拉萨弥布拉达米当，哈达迪拉萨弥布拉桑卡南，杜卡鲁卡巴亚。比万寨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格罗萨巴拜萨巴格罗萨尼张来比万寨耶萨巴塔南萨巴拉潘帕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巴金拉萨弥布拉布达古南，巴金拉萨弥布拉达米当，巴金拉萨弥布拉桑卡南，杜卡鲁卡巴亚，比万寨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格罗萨巴拜萨巴格罗萨尼张来。比万寨耶萨帕塔南萨帕拉潘帕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帕亚拉萨弥布拉布达古南帕亚拉萨弥布拉达米当帕亚拉萨弥布拉桑卡南杜卡鲁卡巴亚比万寨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格罗萨巴拜萨巴格罗萨尼张来比万寨耶萨巴塔南萨巴拉潘帕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
Udang rasa min prabada gunang Udang rasa min pradametan Udang rasa min prasangkanang Dukaru kapayang Vivanj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rai Vivanjaye sabhadanan sabhalapan Pavandumi ruakantu esurakantu Isang rasamim prabhudagunang Isang rasamim pradamitang Isang rasamim prasangkanang dukharu kapayang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rai Vivanchaye sabhadanan sabhalapan Pavandu me ruakantu esurakantu Patavi rasamim prabhudagunam Patavi rasamim pradametam Patavi rasamim prasangkanam Dukaru kapayang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rai Vivanchaye sabhadanan sabhalapan Pavandu me ruakantu esurakantu Akarasamim prabhudagunang Akarasamim pradametang Akarasamim prasangkanang Dukaru kapayang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rai Vivanchaye sabhadanan sabhalapan Pavandu me ruakantu esurakantu 祈愿十方三宝之圣光保佑我完全脱离一切痛苦忧悲苦恼疾病厄运危难以及冤亲债主也保佑我获得一切财富及成就萨度萨度萨度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在此呢请大家慷慨大方按分享到你们的个人面子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让更多佛友法友得闻到正法以为自己的善业加分人天欢喜以赞叹感恩感得好蛮得给你们 几秒钟啊按分享哦一直按分享赶赶按分享哦不用怕的哦好事赶赶去做哦按分享是件善事来的赶赶按分享我们也希望说更多的人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哦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个佛教的人口呢佛教徒的人口可以增加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按分享的话那么我们的佛教徒的人口呢就没有办法增加哦自从我开直播了以后我一直有发现到哦很多人也是有按分享所以呢很多那些佛友呢他们都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尤其是现在呢你要看到有一个出家人呢在向你们分享佛法这种的机缘是非常的难得尤其是在很多地方很多州呢很多地方呢都没有这样的因缘哦
所以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就是要借用这个面子书这个平台，我们才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其他的州哦，也是有机会可以听闻到佛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佛法呢，分享到其他州的这些吹水站哦。尤其是如果我们有亲戚朋友是住在外国的其他的国家，我们更需要分享到他们的面子书主页，希望说他们在其他个国家也是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我们的分享呢，扮演重要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一种善事我们在做。OK。在此呢，曼迪先跟大家说声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哦。所以感恩大家在这个时候呢，也抽出你们的宝贵的时间进来看我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也顺便呢给力支持我，有这颗心呢继续再开这个直播呢，与大家分享佛法。所以你们的给力支持呢，也是我的一个推动力哦。如果大家没有给力支持我，那么呢，很快的我就收档了。所以呢，如果你要希望说还可以继续看到 Monday 可以自己还可以继续呢开直播与大家分享佛法，所以你们大家要给力支持哦。不然的话呢，如果我去做这个自己走去修行了，不要分享了，所以你不要怪 Monday 没有做事情哦。如果我不再讲课，不分享佛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自修，我也是有我的工作做的哈，我也是有我的修行的工作做的。所以如果你们认为听闻佛法不重要的话，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再讲，OK。所以今晚突然间，在这个很迟的这个时间哈，曼爹决定说开直播。分享佛法，所以我希望我相信说，今天你们看到我的这个通告，也是有点晚，因为呢，我一直在挣扎哦，我一直在挣扎是否我今晚会开这个直播，尤其是我看到说，我看到说我们全马来西亚这个 MCO 哦，在明天是最后一天，过后就是结束了，OK。所以MCO 结束了以后呢，所以我相信说，大家也开始忙了，学校呢也开始，开学了，所以大家都在忙着，带孩子啊，上学啊，放学啊，去补习啊，所以你们在家人都是比较忙，所以呢，要找出一些时间来听闻佛法呢，是比较困难。所以我就想，不如我趁我们 MCO 很快结束的时候呢，我就在今晚就开这个直播，与大家分享多一次佛法，OK。那么呢，过了明天我们 MCO 就结束了以后，那么我就会比较少开直播，有可能是会安排一个星期一堂课这样，OK。我就是要看反应如果反应好。那么我就会继续，如果反应不好呢，我就会暂停这样，因为我们都很了解，在家人的生活会比较忙忙做事业，忙做家业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勉强大家一定要把时间抽出来去听闻佛法去了解佛法，所以这方面呢，对在家人呢是比较困难，OK。所以今晚呢，我就继续再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个布施哦。所以之前呢，很多个波我也是跟大家在分享说，我们布施有分成几很多种那么呢，对大部分的在家人来说呢，能做的布施就是财布施，OK，财布施，物质上的布施。就是把我们所拥有的物质，甚至包括我们身体上所拥有的，就要比如说血啊，器官啊，其他的种种的器官，眼角膜、耳种、耳啊眼角膜、耳膜，这些
我们都拿来分享。那物质上的布施就有分成两种哦，另一种叫做外财施，所以外财施呢就比较容易做，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如果有听闻佛法的话呢，外财施是比较容易做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佛教界里面呢，那些佛教徒啊，哦，不管是什么年龄，如果他们了解。有多多少少有听闻到佛法的话呢，他们大致上咯都会去道场做这些外财施哦，外财施。那么这个内财施的话呢，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个佛教徒呢会做这个内财施。OK，内财施就是说把我们的器官，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那有些器官。哦，捐出来拿去做布施去救人，这种的布施，哦，就是看个人的慈悲，修到什么程度，OK。所以目前内财施最比较容易做的就是这个捐血嘛，哦，捐血呢也是一种内财施来的，哦，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接触到这样的教法的话，那么在这个捐血这个内财施方面呢，也是有很多人哦没有去做的。我以前我还没有接触到佛教的时候呢，我也不懂，所以呢，过去之前呢，我就是不懂得珍惜哦，原来捐血是这么好的一件善事来的。然后呢，过后呢，我进入了佛教，我了解到布施哦，内财施的利益是什么，所以呢，我就呢开始会去捐血，还好那个时候我去捐血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捐，哦，因为捐血呢也是要看年龄的哈，要看年龄的。如果你未曾捐过血的话，如果是超过50岁或者是60岁的话呢，那么你要做到这个捐血这个布施呢，应该是比较困难呐。我在槟城呢，我是也遇到很多佛友哈。他们之前也是不懂得，捐血是一件善事来的，所以很多都没有去做这件善事。所以自从他们接触到我本身了以后，那么呢，我本身也开始带动这个捐血运动。所以每一年呢，我都带动2次，哦，还没有 MCO 之前，我带动2次捐血运动。所以呢，从中呢也启发他们那个心，哦。让他们自己了解到，原来捐血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善事，但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所以他们已经不能再捐了，所以有点遗憾。当他们了解的时候，捐血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善事哈，所以他们有点遗憾，没有提早听闻到这种的叫法，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做了，在今年。那么我也是有跟他们说，哦，捐血。我们做不到哦，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剩下的器官，哦，比如说眼角膜啊、耳角膜啊、肾脏啊、心脏，任何的器官，哦，我们也可以捐的哦。那么呢，在捐这些其他的器官的时候，哦，我们就是做到内财施。所以这种的内财施呢，很多时候啊，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要做。如果我们慈悲修不够的话呢，那么我们肯定做不到的哦。你要现在活生生的还活着的，你可以把你的一个眼角膜捐出来吗？你可以把一个肾脏捐出来吗？这个比较困难嘛，对不对？比较难做到，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等我们往生后咯，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哦，我们就可以做。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要做这个内财施的话哦，你可以到医院去拿一张捐器官卡，哦，捐器官卡，然后你去把你的个人的全部资料填好了，那么呢，你就收着，而且呢，当你打算说带你往生的时候呢，你要做这个内财施，哦，你必须要给你的家里人知道，如果你有父母啊，你有儿女呀、或者是你有太太，你有丈夫的话哦，那么你必须要先给你家里人知道。你往生后呢，你要做这种的布施。如果你没有跟他们讲的话呢，大致上啊，跟着我们的华人的传统文化来说呢，哦，我们一般上呢，哦，都是要保全，
把我们这个往生者的这个身体呢保，把它保全呐、啊，就是说不要给他任何的受伤，哦，所以这个这是我们华人的观念，所以一般上都是有点错误啦，因为一般上我们的华人的传统文化认为说一个人死后呢，就是要全身圆满的，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那么呢他死后哦，在下一生呢他就得到圆满的身体，哦，但是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哦，这种的没有这样的说法啦 ，OK， 这是有点错误的观念。所以，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做这种的布施，在我们最后一件善事，我们死后可以做的就是这种的内财施。哦，所以如果你有决定说要做这种的内财施的话呢，那么你又必须要去医院拿一张卡，捐器官卡，哦，然后呢，你必须要通知你的家人。所以如果你有跟你的家人讲你有这个愿望、哦、往生后呢你要做这样的布施，那么我相信尤其是跟着我们华人的文化和传统、哦、我们都会依从你的愿望、啊、做儿女的做、啊、下辈的、哦、都是依从、啊、那个往生的愿望，所以他们就会、哦、会把你的这个尸体呢、啊、拿到医院，然后呢给医院自己去选择任何的器官呢可以捐的就拿去捐咯，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后一件善事我们可以做的，所以这是我先跟大家提醒大家，如果你能可以在你死临终啊往生了以后、啊、你可以再做这件善事的话，各位你就不需要等到你的儿女啊还是你的子孙他们呢、哦、来做这些功德啊还是做什么啊葬礼仪式，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自己本身做了这件善事，所以这是非常很好的一件善事。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听闻到有人在说这种的这种的教法，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懂得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宁愿呢把我们这具肉体呢好好的所有的器官呢、啊、我们就把它放到火化炉去火化掉，所以世间上呢还有很多人需要这些眼角膜啊器官啊肾脏的、哦、这些种种的这些 主要的器官，所以我们不懂，所以我们不会拿来去救济人，所以我们就遗失的这样就离开了、哦、所以这个就比较可惜、哦、而且呢如果我们想要做这个内财师的话，把我们的内脏、哦、这些器官捐出呢、哦、我们就是可以等到我们往生的时候去捐都可以的。你现在叫我活生生的话，我把我的一个眼角膜捐出来或者一个肾脏捐出来的话，我认为我的慈悲还没有修到那个境界，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所以可能我一般上我都做不到，但是等我死后我断气了以后我就可以做，所以我就已经签了那张卡，我就打算死后整具身体就、哦、拿去医院、啊、捐出去、啊、那过后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反正、哦、我们都在生的时候我们有修行，我们有修行善，所以呢我们只有带着善业往生去善道、哦、这是主要重点就是在这边，然后呢我们这具尸体、哦、死了以后 留在人间也没有什么作用了的、哦、在我们的原始的教法里面呢、哦、佛陀有形容我们这具死尸这具尸体已经、啊、不能用了，好像 一根木材这样罢了，所以你看你在印度哦，你看到他们的印度的他们的传统跟文化哦，他们的亲人往生了以后哦，火化了哦，他们没有埋葬的，印度人的传统啦哦，他们的亲人啊朋友啊还是什么谁啊往生了以后呢，哦，他们就没有埋葬的，在印度你看不到坟墓的哦，哦，因为我住过印度我知道嘛，那、啊、你不会看到有坟墓，但是他们都是火化的哦。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这具尸体呢火化了以后呢，那么呢他们也没有像我们华人这样、哦、哇花了几十千啊花了很多钱去买一个地方、哦、然后呢把那个骨灰呢放在一个瓮那边然后装然后我们拿去放，所以我们说骨灰塔，所以呢我们华人哦，如果亲人往生了以后呢我、哦、单单买一个地方来放我们的骨灰呢也花了不少钱，清楚吗？哦、甚至呢如果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哦、他们把他们的尸体、哦、埋起来去买一块地，如果
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去那个吉隆坡那个富贵山庄哦，富贵山庄，你去看，单单埋他们亲人的尸体呢，他们买的那块地啊，哇，可以起一间屋子，可以起两间屋子，有一些坟墓非常的大哦，只是埋一具尸体罢了。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了解佛法的话哦，他们就会知道一个人往生了以后呢，都是待业往生的。哦，而且尸体留下来呢，就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这个就是与佛法、佛教跟我们普通华人的风俗文化有点不同的说法咯。所以我在这边我这边槟城的佛友呢，他们就是因为一直有听闻佛法，哦，所以他们有了解佛法，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呢，哦，也决定说往生后，他们也打算说撒在海里，哦，一般上。都是这样的，因为呢，佛陀时代很多那些所有的那些阿罗汉啊，包括那些圣者啊，哦，他们全部往生了以后呢，也没有特别说找一个地方去安顿他们的这个骨灰啊，没有啊。所以在印度呢，你会看到，我不在马来西亚，印度人我就不大了解，在印度呢，完全他们的亲人是往生了以后呢，他们就在河边火化他们的肉体。尸体，哦，尸体火化了以后呢，他们就没有拿回来了，他们就不没有去，好像我们华人这样拿回来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做风水，没有的，印度人没有做风水的，哦，他们亲人的尸体火化了以后就变骨灰了嘛，所以骨灰怎么办呢？他们没有拿回来，所以他们就给那些工作人员拿，哦，就把它一直推下去那河里面咯。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你去印度恒河，你去看印度恒河最出名的烧尸体的，所以那些很多那些人死了以后在那边火化呢，他们的骨灰就这样推下去那个河水，给它河水一直冲掉，就是这样罢了。所以在印度呢，没有坟墓的，所以他们也没有清明的。所以在印度哦，他们的传统哦，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印度人的文化啦，在印度的印度人呐、啊，哦，我有了解到哦。他们的亲人往生了以后啊，然后出殡了，出殡了以后就没有了，哦，他们也没有去什么大日子啊，哦，去拜呀、啊，没有的，他们没有了。所以一个亲人死了以后，离开他们了以后呢，那个人就是永远消失了。所以他们后代呢，也没有像我们华人这样，哦，每一年都想做说，哦，要去清明啊，或者是说在某一个。啊，华人的大日子啊，我们还会想到去祭拜他们呐、啊，祭拜我们的亲人。在印度，我没有看到的，死了就死了，就算了的。哦，所以他们很自在的。所以印度人他们的做法，哦，有点不一样，哦，因为对他们来说，哦，对他们来说，大致上哦，他们人死后呢，都是往生三道的，去天界的，啊，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一个人往生了以后，他们做一些不一样，做一些仪式，啊，做了那个仪式，他们认为说啊，他的亲人就往生善道了，啊，因为往生善道了，所以他们不需要去做什么了，啊，这是他们的认为啦，这是印度人，哦，在印度我所了解的就是这样子法，所以我认为，诶，这样的传统也是很好啊，哦，不用说像我们华人这样，哇，大日子什么大日子都在忙。尤其是清明节的时候，哇，很忙很忙哦，哦，所以这个就是有不同的文化哦，不同的传统，所以我们做一个人哦，我们必须要往外跑哦，我们一直要往外跑，所以我们会认识到很多种族的文化跟传统，所以从这边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去斯里兰卡跟印度。哦，我也是看到在斯里兰卡，他们也是火化，因为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嘛，OK，所以他们的亲人往生以后，他们也是火化，火化了以后，他们也是撒在河里的。所以在斯里兰卡呢，你也是找不到有坟墓啊，或者是有骨灰塔啊，没有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我认为啦，我个人认为啦，只有我们华人才有，哦，有骨灰塔，有坟墓，哦，只有我们华人。那么其他的种族。哎，马来人有，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有，OK，啊，那么，其他的种族就没有什么去有啦，哦，好像印度完全没有，斯里兰卡就没有，
所以呢，从这边，我们看到，因为文化的不一样，传统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对一个人死了以后的那个做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呢，人死后就那具肉体呢，就永远不会影响到那个死者的下一生，完全不会影响了。所以一个人死了以后就是待业往生嘛。我相信你们大家如果是有听闻佛法的，你们应该懂这个道理。我们世间上的任何的 任何的物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肉体，我们都没有办法带走的。我们所能带走的就是说我们的业，我们的业，所以只有业随身嘛。所以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在生的时候呢？要行善啊，要修行啊，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累积这个善业，所以我们能带走的就是这些善业，没有其他的东西。而且这些我们所做人的时候，我们所累积的善业呢，它是一种能量来的，正能量来的。OK，所以这种的正能量呢，它就会跟着我们，不管我们在哪里投身，我们做人也好，做天人也好。所以呢，当我们做人的时候呢，这种的正能量。这些善业呢，就是会协助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得到我们做人所需要的东西，做人所拥有的东西。OK，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今天我们布施布施比如说很多人以为说，今天我布施衣服下一生我布施我下我下一生我做人就得到衣服，不是这样讲的，不是说你布施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不是这样讲的。我们今天不管是布施什么，它是一种正能量来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今天我们去做一个布施，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协助对方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他的痛苦。他需要的时候你去布施。不管你去布施什么，如果他需要衣服，你布施衣服；他需要食物，你布施食物；他需要水，你不需要，你就布施水；他需要血，你就布施血。听懂吗？所以这你所做的这个布施呢，它是一种正能量来的。那么如果你在下一生，这种的业跟着你的话呢，就是在你的下一生，你需要什么，你就得什么。这个就是布施所带来的利益，这个就是布施所得到的功德，所以不是说我们布施，我们不好像说我们华人的传统，一般上的那些，拜拜的这些民间信仰的传统是说，我烧物资给你你就得物资，听懂吗？我烧衣服给你你就得衣服，我拿食物拜你，你就得食物。现在你拿你拿那个口罩去烧给你的那个往生者你的往生者就得到口罩，这是我们一般华人的认为，我们一般华人的认为，以为说我们烧什么给那些往生者，往生者就得什么。我就跟大家讲了嘛，因为我们今天会这样认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了解。我们没有了解六道轮回的因缘果报，我们没有了解，我们以为说一个人死了以后，大致上我们都认为他是做鬼，我们完全不会想到说一个人死后会往生天界，一个人死后会下地狱做恶鬼。一般上，如果你去问那些没有佛法的人，没有了解佛教佛法的人呢，他们都会这样认为。所以，当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认为，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我一定要烧这些我们人间所用的东西，我想要给我的往生的亲人吃鸡，我去拿鸡去拜他；明天我想要他吃猪我就拿猪肉去拜他。”这是我们一般上的人的认为，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世间有一些他们的儿子。再生的时候喜欢降魔躲，所以他发生意外死亡了。所以在他们的做父母亲观念，我的儿子喜欢降魔躲，所以他死后我也烧一降魔躲给他，可笑吗？他也希望说他儿子死后呢
也可以继续加摩托。啊，这是一般人的认为的，所以很可怜呐、啊，很可怜。那么没有听闻佛法的人呐、啊，真的是很可怜。他们都是一直认为是这样，都是一直认为是这样，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一个人死后呢，会在畜生道投生啊，恶鬼道投生，地狱道、阿修罗道，还是回来做人。还是上天界做天人，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观念的，只有做鬼罢了。而且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他们都认为说，做鬼就是像我们人这样，鬼的生活就像我们人的生活这样，什么都要，现在连口罩都要，可怜吗？可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了解佛法的话呢，我们就是看到他们。这样做很可怜。今天如果我们有佛法的话，我们不会这样认为。我们不会这样认为说人死后一定是这样。所以很多那些佛友跟着我的在槟城，他们呢 完全改变他们这个观念。所以当他们想到他们的往生的亲人，或者是往生的朋友亲戚。他们就会来道场做布施，供养袈裟，供养食物给僧团，买一些日常用品，捐助布施建设基金，然后呢，做了这些善事，他们就回向分享这些功德给他们的亲人，所以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所花出的这些血汗钱，去做这件善事，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是为自己的善业提升。最主要的，不管你今天来做善事，为谁而做？为你的往生的亲人啊、朋友啊、亲戚去做也好，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什么？你还是为你自己提升你这个善业。你还是为你自己提升你的功德。那么回向呢，得不得？没有人看到啊。只是说，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佛陀也是有鼓励我们做了善事回向，做了善事回向罢了，就是这样罢了。那么在我们的佛陀的教典里面，我们也没有看到佛陀说，我们今天我们做这件善事，我们回向给我们的往生的亲人。100%他的没有，佛陀没有，我没有看到佛陀有说100%他的。我曾经讲到这个回向这个话题呢，也是一个争论点来的，非常的争论的。就是因为今天我们一致认为，包括说我们今天做这件善事，我们回向，对方一定的。那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呢，就好像有点违反这个因果论了。因为我们的佛陀的教法说得很清楚了，每个人所造的业，每个人要去承担的。今天我去造恶，造了很多恶，我五戒没有，我没有修行，我没有布施，那么我死后我下恶道，我下地狱，OK？那么我的亲人在生的，在活着的，我的亲人为我做善事，为我做善事，但是呢，可以协助我脱离这个地狱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疑问在那边了。但是在我们的南传的教典里面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下地狱的话，如果我们再造恶，我们下地狱的话，亲人为我们做任何种种的善事。回向给我们，我们永远得不到，永远得不到，因为我们必须要承受那个果报，承受到我们的那个恶业完了，那么就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业善业。当我们这一颗恶业在地狱的时候结束了，那么我们要看下一颗是善业还是恶业。如果我们的下一个是善业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地狱。那么，如果我们这一个恶业结束了以后，那么接下来的还是恶业的话呢？
那么我们还是在二道啊。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南传的经典里面有说到很清楚的，很多众生在二道里面呢，很多事很多事很多事才可以才从二道脱离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的恶业一直来，这颗恶业受完了，他承受这个恶业完了，接下去的又是恶业成熟，又接下去又是恶业成熟。所以那些恶道的众生，他们也是带着业往生的，也是带着恶业呢，接下去他的另一生的。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佛陀也是在有一部经也是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亲人可以得到我们的回向的功德，只有那个亲人如果是做恶鬼的话，那么呢，他就会有机会，他就是有机会。在经典里面也是有很多这些典故，尤其是如果你去看这个，有一部经叫做《恶鬼事》，巴利文叫做《Petavattu The Story of Hungry Ghosts》，《The Story of Hungry Ghosts》。所以那一部经里面呢，只是讲到说恶鬼，这种的恶鬼呢，只是它是在我们人间附近的，OK，它是在我们人间附近的，所以有一些。如果我们的亲人往生了以后，他是做一只恶鬼，要做恶鬼哦。各位，如果是要做恶鬼，然后呢，他回来，因为恶鬼他们也是有执着心，他们也是回来他的住家，所以回来呢，有时候呢，他也是要功德。如你必须要去看那部《恶鬼事》这部经典，你就知道，哦，佛陀有讲到说，只有这种的恶鬼呢，你做了善事，你分享功德。其实呢，回向哦，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回向哦。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巴利文的说法，不是原始佛教的说法，那是北传的说法来的。OK，那是北传佛教的说法，说回向功德。其实，在我们南传的佛教呢，一般上都不用这个字眼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讲习惯了，然后我们已经参北传的佛教的说法，所以变成现在我们也习惯说是回向。回向，但是真正来说呢，它不是回向，它是什么呢？分享，分享，只是分享。我今天我拥有我的，我做了善事，我得到，我知道我有功德，我就将我今天所累积的功德，我分享给谁谁谁罢了，就是这样罢了。它不像好像北传哇回向超度，哦，在我们南传的教法来说呢，是没有这样的字眼的。但是因为我们被北传佛教的那些说法呢，在影响着，所以变成说我们回向，所以现在呢，变成说很多人对这个回向呢有很大的误解，很多人一直认为说啊，我回向哦，给我的某某人呐、死了了，他一定得到那个功德，那是他们的说法，那是他们的说法，在南传里面没有说180仙，哦，没有180仙。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往生的亲人在哪一道投生，我们完全不知道，除非你有天眼通。哦，如果他是做人，如果他有一些善业，他往生了以后他去做人，那么做人，那么你现在给他做功德，那你回向给他，那么那个人得到吗？那个人会得到吗？就好像今天我做人，我做人这一生我做人，那么呢，我的过去是一定有我的清除的嘛，对不对？我也是有我的，可能我有后代啊，我的上一世跟或如果我的上一世，如果我是做人的话，我相信我的上一世，我的上上我的前世，我的前世的子孙，而他们在什么日期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有做善事，他们也是有回向给我，但是我知道吗？我得不到啊，因为我这一生我做人呐、所以他们回向给我，我根本都不知道啊，我又得到什么啊？我完全不知道啊。那如果做畜生的话，怎么办？你回向给他，他能得到什么？得不到啊。在我们的南传的佛教的说法是说，那只恶鬼，哦，那只恶鬼，哦，
他需要的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善，我们的功德，我们跟他分享，我们跟他分享。然后呢，他本身知道我们分享功德给他。然后呢，这只恶鬼呢就起法喜的心，他就很法喜，所以他很高兴，他接受，所以他知道现在他的这个亲人回向功德给他。所以他很法喜的，他接受，所以马上呢，这个他的这个亲人哦，这个恶鬼的亲人的功德，马上协助他脱离这个恶鬼道，马上就脱离这个恶鬼道，啊，这是我们南传的说法啦。那么其他道的众生就没有，然后呢，有的是什么天人，所以在经典里面，我们有一次看到很多那些。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说法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罗汉弟子，或者是说那些在家弟子，他们有做这个共生法会的时候，他们请在家人请僧团来做供养，那么他们就回向这些功德给这些天人，天人就开始就礼拜啊，我们中英文叫做礼拜，他们就很法喜的，他们就赞叹，是吧？所以这些天人他们就会得到他的功德，这些天人就会，因为他知道他本身在那边，他本身看到这些在家人他们有做这个共生，这个法会这个供养，所以他们就是等着他们来礼拜佛陀讲经的时候，他们也是来，天人就有，天人就很多，天人，因为什么天人会这么多呢？因为你要知道哦，天人呢，他们呢。他们的这种智慧，是比我们常人高一等的，所以只要哪里有这些圣者啊，哪里有一些人在行善事啊，他们就会来做护法，他们是来护法，他们来保护，哦，他们是来保护这边的人呐，或者是这些修行人，或者是这些出家人呢，他们做在修行做好事，他们是来保护。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来保护这些人呢，做善事修行，所以他们呢也是得到功德，所以他们现在来做一个保护，其实他们也是在做一件善事。重点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来保佑这一般的人来做善事来行善，所以他们自己也是得到功德，不是因为说我们回向功德他们得。所以这个回向哦，这个话题哦。也是一个非常争论性的，非常争论性的，所以知道现代这个时代哦，所以很多人学佛了，就把这个回向当作是究竟法这样来做，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他们就认为说啊，我今天做善事，我回向给我的往生亲人，他们就得到我们的功德，所以我们也不能讲什么。我们也不可能说谁讲不可能我们又不讲你认为这样就是这样啦，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去争论啦，懂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老实讲啦，我们本身都没有什么天眼通，护法神也可以这样讲啦，对吧？所以呢，各位你念经也好，你在做善事也好，你去参加法会也好，就好像说现在我在这边讲课。我在传法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会有这些护法神来啊，这些天人来的，他们也是来听，只是我们感觉不到罢了，只是感觉不到罢了。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去参加什么共生法会啊，大型的共生法会的时候呢，你们要比较庄重一点，比较严肃一点，你们不要开玩笑在那边。因为有很多众生哦，我们看不到他们也是在护法的，在护这个法的，所以这些在经典里面我们有看到啦，有这样的说法啦，所以他们这些天人哦，他们也是有一些有智慧的，他们也懂得哦，我来保佑这边的人做行善布施共生，我来照顾，不要给那些恶的来干扰，所以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啦，OK？如果你时常有参加法会的话啦，
哦，我们自己本身这边呢，我们办这个法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感觉有一些很奥妙的东西，很奥妙的东西会发生呐、啊。哦，有时之前呢，我们也是有几次这样的经验呐、啊。OK，所以我们一般上我们办这个共生法会的时候呢，都是在10月份嘛。OK，我们一直以来啊，我们南传所要办共生法会都是在10月，就是说我们以安居结束了以后，我们就办一个共生法会，主要就是供养嘎迪那袈裟啊，或者是袈裟供养啊，请了很多出家人来做供养啊，所以有时候刚好呢，我们发觉到说，早餐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发觉到哇，整个天气非常的暗哦，很暗哇，看起来好像是要下大雨这样啦，下大雨，但是我们真的是担心哦，哇，看起来今天这个法会就完蛋了，会下雨，因为一下雨呢，我们整个法会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可能来参加的人数也减少了哦，所以就是很头痛啦。如果我们在今天如果在办法会的时候，如果真的下大风大雨的时候，那我们整个法会就讲讲了，就不能进行了。但是就是很奇怪的事件就会发生哦，看起来好像真的会下雨，但是它就不会下哦，它就是不会下。每个人都担心，看起来是会下，但是它一直不下，一直不下哦。所以当我们的这个法会结束了以后，大约1小时全部办完了以后哦。啊，大家都吃饱了，很多信徒都回去了。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收拾我们的东西。啊，那时候呢，突然间就一场非常大的雨就下了。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也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就对了，每个人都感觉哇，非常的奥妙啊，非常的奥妙。所以我们也知道了，当我们在办这些法会的时候哦，就是真的是有护法神来护我们的法了。哦，他会给我们顺利利，哦，把这个法会办完，然后呢，我们大家也是有回向功德，所以我们在念这个回向功德。哦，我现在是讲回向功德，就是分享功德，所以我们在念我们南传的这个分享功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念啊，分享给所有的天人呐、啊，所有的护法神呐、啊，这样咯。所以可能那时候他们就 rejoice 啊，他们就很高兴，所以他们就拿了功德，他们就是继续他们的天人的生活了，所以从很多经典典故里面呢，我们真的是有看到了，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得不得啦，老实讲，只是说佛陀也是有交代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当做一件善事去做这个回向了，分享这个功德罢了啦，得不得我们也不知道，除非我们有天人同，清楚吗？啊，只是说，在我所认识的这些南传的教典里面呢，只是说有一些啦，不是全部都会得到我们的这个分享的功德咯。所以这边我只是要跟大家说清楚一下啦。哦，你不要把好像很多人一般上现在很多人都是把这个回向功德当做是说一定得到咯，这个不是我们南传的佛教说法啦。哦。不一定得到，但是呢，如果我们做的功，我们做了善事，我们回向功德，我们分享功德，如果对方得不到怎么办呢？那么在那一部经里面，佛陀也是有说啦，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呢，太久太久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不可能没有父母，没有亲戚在恶鬼道。这句话大家听懂吗？我们每包你我，包括你我啦，不管是谁啦，没有一个呢，没有亲戚，尤其是父母、兄弟姐妹，不在恶鬼道。我相信我希望说你听懂我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在生死轮回这么多事了啦，我们不可能没有亲戚。不在恶鬼道的，啊，这是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说了，清楚吗？我们这一生的我们的亲戚，我们父母呢，可能他们这一生他们没有在恶鬼道，那么我们过去式呢？我们过去式还有很多事的嘛，
对不对？还有很多事，还有很多事，还有很多事。所以我们过去世的父母，过去世的亲戚啊，尤其是我们兄弟姐妹，他们也是会有一些还在恶鬼道。所以如果你有去看有一部经在恶鬼世，恶鬼世哦，这部经你去看哦，这个频婆沙罗丸哦，频婆沙罗丸当时他请了僧团做这个共生，他请那些僧团人来完工做布施，哦，来做布施做供养给僧团，午餐做午餐供养，请了很多那些出家人，包括僧者，哦，所以呢那一天呢，就是因为国王太忙了，忙到他忘记回向功德了。就是说分享功德给他的这个往生的亲属，所以那一晚呢，因为他的这个王宫突然间呢，哦，有很多那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哦，飞人啊，我们说飞人在扰乱他整座王宫，所以呢，这个国王呢就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今天我只是做了共生？哦，请了这么多出家人来接受我们的供养，做了这么好的善事，为什么今天晚上还有这些很怪怪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王宫？所以呢，隔了一天，他就去请示佛陀，去问佛陀，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昨晚这么多这些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发生在我们的王宫？如果我们以现在我们的普通人来说，就是拉萨米加罗，拉萨嘛，就是说不肮脏的东西哦，就是好像感觉是鬼这样啊，有鬼来这样干扰他，所以佛陀就因为佛陀有神通嘛，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国王哦，他昨天做了这个供神法会，他没有分享功德，他没有念，好像我们平时念的伊达咩呀，叮当呼都，苏吉达呼都那样的哟。我们没有念这个回向文，哦，回向文。所以呢，其实呢，佛陀讲啦，那一般的恶鬼来，那一晚来扰乱王宫的是一般恶鬼道的众生来的，而且这一般的恶鬼呢，是这个频婆沙罗丸是500世前的亲属父母，500世前呢。哦，那部经讲到是频婆沙罗丸的，是500世前的这些亲人父母。你看500世前的亲人父母哦，一直跟这个频婆沙罗丸跟到那一生，他才找到，哎，这个是我的儿子，过去的儿子，所以他今天有做这更多做这个好的功德，所以他们回来要拿功德，他们要回来拿功德，所以他们就等。但是偏偏这个国王没有念这个回向文，所以你如果你做了善事，各位，如果你做了善事，你没有念这个回向文，你就没有分享功德，所以你没有分享功德的话，谁都不能得到。你过去世的，如果他是过去世的亲人父母，如果他做恶鬼的话，你没有分享的话，他得不到的。这是我是依据经典里面来跟你们解说 ，OK， 啊，只是给你们一个参考，哦。所以佛陀跟那个频婆沙罗丸说，因为你没有做这些分享这个功德给你的这个亲属往生亲属，所以讲到这个往生亲属呢，就是包括我们过去世的咯。所以只要你念伊达咩呀帝南霍都啊，伊达咩呀帝南霍都，伊达咩是什么？伊达呢？伊达就是这个，这 this 啊，英文叫 this 哦 ，this。This 是什么？就是现在你做的这个布施啊，你做这个善行啊，你现在你做禅，这个叫做这个善行的功德 ，OK， 这是这个善行的功德。Me 就是我的。Yadinan 就是亲人，所以在这边亲 Yadinan 它是副词来的，它是副词，英文叫做 do relative。独立的就分享给亲属，所以在这边压地哦，你要了解这个巴利文，我跟你们大家讲解巴利文哦，它压地哦，压地的意思是，它是来自这个字根哦，梵文这个压的意思就是知道，所以那个人呢，我们是知道的，
那个人我们是知道的，叫做牙帝。那个人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的自己亲属了。所以牙帝男的意思哦，牙帝男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属。所以在这边呢，这个亲属呢是包括我们的过去式，过去式很多很多事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亲属啊。哦，后度，后度就是属于。所以他的整句是以达梅亚定南霍都，因我这个功德属于我的亲属啊。所以你巴利文你要懂，你懂的时候你念起来是比较有意义的。如果你不懂的话呢，他就意思好像你不懂的，好像念起来有点怪怪这样啦。所以你看我们懂巴利文，我们念起来的时候我们很法喜的，我们很清楚我们在念以达梅亚定南霍都，就是说以我这个功德属于我的亲属，厚度就是 B 度 B 英文叫 B E May this merit of mine be to my relative、啊、英文比较容易翻译、啊、华文比较难哦、啊、当你这句话一念出去，厚度，如果你的过去世的亲人如果是做恶鬼，刚好那一天他有回来，他马上他起法喜的话，那么他就得了咯。所以并不拼皮沙罗王他那一天他就是重新再请僧团来做，再做多一次供养在他的王宫。所以一做完这个供养了以后，那么呢这个国王呢就念这个回向文，我们现在是讲回向文啦， OK。 所以他就念以达梅亚定南霍都属提达昏顿亚达优，愿我这个功德属于我的亲属，愿我的亲属得到快乐。苏吉达昏度呀，带有苏吉达昏度，愿这个快乐，愿这个快乐。苏吉达就是快乐，昏度就是愿，苏吉达昏度呀，带有愿我的亲属得到快乐。啊，他整句很，愿我这个功德属于我的亲属，愿我的亲属得到快乐。所以他这句我们这段回向文一念完了以后呢，那么呢那个过去是做恶鬼的这些亲属呢，他就马上就得到这个功德，他就起法喜，他一起法喜，他礼拜哦，英文叫做礼拜哦，礼拜中文叫什么呢？就是法喜吧，应该可以说法喜哦，他就非常的法喜，然后他就马上他就从恶鬼道他脱离了，脱离恶鬼道他就去做一个比较低级的神明。他借用这个拼毕沙罗王这个功德呢，他就可以，他就有办法脱离这个恶鬼道。而且这个恶鬼道在我们的这个啊《贝塔瓦杜恶鬼事》这部经里面呢，你说哦，这个恶鬼哦，在这个恶鬼道里面呢，很多事了，算劫了，哦，不知道是在什么佛了，我都忘记了，他是在某一尊佛的时候呢，哦，他们造了一些恶业。哦、尤其是他们去道场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不知道有什么佛、哦、我记不起来，很久的事情了咯。他们就是去道场、哦、那时有很多那些出家人啊、哦、等着 要接受午餐供养，而且这一帮人呢，他们是在厨房里面做工的，所以有一些呢他们就偷厨房里面的东西、啊、有一些偷收起来，就是说人家在供养，将这些食物饮食要供养给这些僧团，而且佛陀在世的时候，各位、哦、这些僧团、哦、很多都是圣者僧团来的，所以有佛陀在世间的时候呢，很多出家人他们一般上都是圣者来的，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开玩笑 OK。 所以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呢他们就造了这个恶业，犯了这个偷盗戒，偷布施者的饮食、哦、而且这些饮食呢就是要给供养给僧团的，所以他们就犯了这个恶业，所以这个恶业呢就牵引到他们呢、哦、那一生死了以后他们就在恶鬼道，而且在恶鬼道呢已经很久很久，算劫懂吗？算劫的话就非常久了，算嘎巴嘎巴、哦、嘎巴就很久的时间哦，我们算不完的人间的时间算不完的，所以你看他的各个业哦，在这个恶鬼道里面哦，很久很久很久，他没有办法脱离出
他没有办法脱离。所以各位哦，如果很不幸啦，我就说很不幸啊，我只是说很不幸啦哦。如果你的儿女啦，你的子孙啦，如果他们不是佛教徒的话呢，如果他们不是佛教徒的话呢，那么他们就不会分享功德的咯，听懂吗？你看我们世间上的人，他们不是佛教徒，他们做了善事，他们也不会分享功德的。如果你是做了恶鬼的话啦，你要等着拿功德的话啦，怎么拿？你的儿女不会分享啊，他不会念伊那美呀定南护都属于大魂都要在用啊，或者是说他不会先将我今天所累积的功德分享给我的亲属往生的亲属冤亲债主。每次我你看每次我在讲完佛讲完事讲完课的时候，你看我一定要你们回向嘛。你听闻佛法你有功德，我讲经我有功德，所以我们一起回向。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你没有回向，你就没有办法将你的功德协助到你的那些在恶鬼道处投生的那些亲属。而且佛陀讲，我们不只是这一生的父母亲属在恶鬼道，我们过去世还有很多很多，所以里面有很多恶鬼都是我们自己的亲属来的，所以他们也是在等功德。所以今天如果很不幸的话啦，如果很不幸的话，我的太太我的儿女不是佛教徒的话，如果我做了恶鬼我就很难了咯，我只有一直在承担我自己的恶业，等到我的这个恶业结束了以后，就要靠我自己的善业，要靠我自己的善业才可以脱离这个恶鬼道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南传的一些观点关于这个回向。所以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是说我回向一定得，清楚吗？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参考啦，不要好像当作现在的人，我回向我的父母，给我父母，我父母一定记得。哦，你不知道你父母在哪一道投生，如果你父母是往生了以后，他做了天人的话，然后他在享受他的人生，他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他你回向他也没有得啊。如果你父母啦做了天神的话啦。OK， 那么你回向的话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就没有得到这个功德啊。做善是一件善事来的嘛，做善是一件善事，做善事就是有功德啊，清楚吗？所以做善是其中一种善事，我们是总要是善事你去做就是有功德啊。你有戒，你有戒嘛，你有控制你的心，你有修心嘛，这个是善事来的嘛。所以这禅修这个善事，它可到最后呢，它可以引导我们脱离生死嘛。如果它不是善事，为什么它可以引导我们脱离生死？为什么它可以让我们呢得到？如果它不是善事的话啦，为什么我们会得到禅那的境界？为什么我们会得到圣者的境界？所以禅修是一个很高尚的善法来的嘛。所以为什么会没有功德呢？就是很多人就是通过禅修，所以他们得到禅了，他们得到解脱。所以你为什么说禅修没有功德呢？你跟我讲，谁说没有功德？如果没有功德，佛陀为什么世间上做禅的人修禅的人会得到禅了，会得到圣者的境界，对不对？所以他的功德是非常的殊胜的。禅修做禅这个功德超越所有的世间的，超越这个布施，超越这个持戒，超越这个你种种种种的善行，超越你行孝。只有通过禅修你才能解脱啊，只有通过禅修你才能往生色界跟无色界啊。你没有禅修，你不要说解脱啦，你连色界跟无色界跟色界你都没有办法去，死后你都你连一禅你都没有办法得到。如果你没有禅修的话，一个人会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会得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是因为通过禅修。所以禅修为什么会没有功德呢？它是非常的殊胜啊，它的功德。没有禅修的人会解脱吗？不能啊。
就是因为有禅修的人才有机会解脱，所以你是不是禅修，是不是有功德，是不是很殊胜他的功德。佛陀也是通过禅修啊，佛陀也是通过坐禅而，悉达多太子也是通过坐禅而成为正等正觉者啊。悉达多太子就是因为坐禅啊，所以他就解脱，从凡夫转为圣者，从凡夫转为佛陀啊，就是通过这个坐禅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功德啊。禅修如果你现在你每天去做，每天去做做这件善事的话呢，我告诉你，你死你临终的时候，你往生善道的八仙，那个八仙数非常的高。就是因为你有禅修，所以你呢，你的来生往生善道的机会非常的高。反而那些没有做禅的人哦，没有禅修的人呢，他们往生善道的机会更加渺茫。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禅修的话，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心。我们的污染的心没有办法被控制，我们的污染心没有办法被灭除、被消减。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污染的心，当我们的污染心没有被消减的时候，各位，如果我们死的时候最后一刻都是污染心在控制我们的时候，你说我们会往生善道吗？我们会往生善道吗？不可能。所以很多在我们的经典里面，佛陀有说，很多人死了以后往生恶道，大部分。所以今天如果你进入了这个佛门，你只是会布施，你会持戒，你没有修禅的话呢，你的未来是不一定会往生善道。各位，这一点你要很清楚哦。你，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是什么。你一坐下去，你去静坐，你拿15分钟来静坐，你看去看你的心是什么心。你去注意看，你去看看啊，你要知道你的污染心多不多。你等下哦，你去做15分钟好了，你拿15分钟你来静坐，看看你的心是善多还是恶多。如果你的心，你现在你再坐下去，你现在在做，如果你的心都是很污染的，很执着啊，这边想那边想，那些都是全部都是污染的心。所以如果你在死的时候啦，你的心都是这样的话，你说你会往生善道吗？带着污染的心去死了以后，你说会往生善道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哦，不要只是布施持戒做世间的善事，忽略了这个静坐，忽略了这个禅修。因为我们如果有静坐的话呢，我们来生我们往生善道的机会会比较高哦。除非你真的有出国，除非你真的有出禅，那么呢，你的往生善道的地方是180仙哦。但是如果你没有体证出禅的境界，你没有体证出果罗汉的境界呢，我们的来生我们不一定，没有180仙一定是往生善道，因为我们的污染心还有很多，所以最后一刻刚好是我们的一颗污染的心升起来，我们就完了，我们就下恶道了。所以在经典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那些没有修成道果的，没有得到禅那的那些出家人，都是往生恶道。因为呢，我们一般上哦，我们没有修禅，我们不懂得控制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对世间上还有很多执着。所以在我们的佛教的这个南传的经典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典故，一个比丘，一个出家人来的嘞，哦，出了家，佛陀时代，但是他没有修成功。哦，他没有好好修，所以他那一生呢，他做了出家人，他没有成功，他出禅也没有，出果也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境界，所以他还是对他的这个袈裟还非常的执着，所以他得到一件非常珍贵的一件袈裟，但是呢，他一直执着那件袈裟，所以在他死的时候，最后一刻他死的时候呢，他想他的心去执着那件袈裟。就是因为他有那个执着心，只是一颗心，最后一颗心执着想到他的袈裟，他就马上出生为什么呢？那个木舍，我们叫做我们巴萨啦，我们福建话叫做巴萨。所以他变成那个虫，那个木舍，那个虫回来哪里呢？回来黏住他的袈裟。他因为他执着他的袈裟，所以他变成那个，他在投身在动物界变成一种虫，然后回来黏住他的袈裟。哎，出家人呢，
他是出家人来的，但是他没有修成功啊，他没有禅坐啊，所以他时候他的这个污染心哦升起来控制他，想到他袈裟，所以他就往生恶道变骨都了回来。哦，最少对最少啦，人人的话最至少要初禅，你的来生是100%，所以你得到初禅的话，你就是你今这一生你所累积的就是众善业，众善业我们叫做众善，你等了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叫做众善业。然后你登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也是叫做众善业。所以如果你有众善业的话呢，那么你的来生是100%，不会往生恶道去。有初禅呢，肯定100%色界、无色界，啊，色界、初禅、色界。那么你的，如果你登了初果呢，你不会堕入四恶道，你有机会回来做人还是天人，这样罢了。所以你不会去恶道，但是我们如果还没有这两种境界，我们没有的话呢，我们的来生不一定。所以为什么要做禅？你有做禅的话呢，哦，你的八仙数比较高，往生三道，因为你懂得在控制你的什么心嘛。你在其实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我们是学习怎样控制我们的心呢？不要去执着外在的东西，不要去控制我们心，不要去想这个，不要去想那个，清楚吗？我们控制我们心，活在当下，活在注意我们目标，念佛也好，哦，还是怎样，我们把控制我们心安住在善法上。那你念一滴比丘也可以啊，你控制你的心，你去念一滴比丘、巴嘎瓦、阿拉汉、萨玛、萨摩，你死的时候，你的心如果是念一滴比丘的话，你也是往生善道啊，你是可以往生善道。或者是你不要念一滴比丘，你可以念南无大沙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拉什也可以啊。最少你控制你的心在这些善法上，所以你死的时候你八仙数就比较高，你就会往生善道啊。那北传他们念阿弥陀佛啦 ，OK 啦，总之你是在善法上嘛。那密宗呢，他们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啦，也 OK 啊。最少他们的心是在善法上，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修禅。修禅主要的动机是什么？控制我们心，控制我们的心在善法上。啊，那我们死后我们八仙数比较高，所以为什么没有功德呢？我想不通为什么没有功德，他功德非常的高尚，他可以让我们得到圣者的境界，他可以让我们脱离生死轮回。有哪一个善法可以协助我们脱离生死轮回的呢？有咯，听闻佛法，听佛陀本身说法咯。啊，听闻佛陀亲口向我们说法，我们就有办法，不用修禅了，我们就可以觉悟。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吗？佛陀已经不在生死轮回了，他已经脱离生死轮回了，所以我们没有机会了，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吗？所以怎么办？靠禅修啊，靠禅修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出家人懂得这很多这些佛理，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你们分享。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有研究佛经，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是吗？有吗？有吗？有声音吗？有没有声音？ Hello? Hello?Hello, 有声音吗？有啊，有声音啊，怎么你那边没有声音？啊，全部都有啊，奇怪，为什么你的那边没有声音？ OK, 我继续讲啦，有声音， OK? 那有些人没有，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手机有问题要换了。扰乱我的思维。OK, 今天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法布施是非常的重要？法布施为什么他的功德这么殊胜？就是因为我们有做这个法布施，所以呢，我们给人家的是什么？我们给人家的是智慧。所以在这个世间上呢，我们人做人呢，每一个人就是缺乏智慧罢了。没有闻到佛法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智慧嘛。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做这个法布施呢，这个功德非常的殊胜。就好像我一直以来，如果你一直有听我的这个佛法开示的话，你都很清楚，你会看到是什么，我给你的是智慧，我给你很清楚的了解什么东西你要去做，什么东西你不可以去做。所以从文法里面呢，我们了解更多的善法我们可以去做的。如果我们不去听闻佛法的话呢，我们对这个善法呢，我们非常了解，非常的有限，所以很多善事呢，很多善事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的，清楚吗？就好像我刚才我跟你讲的，不是这个内财师，我不要说内财师，很多那些没有闻佛法的人啊，外财师都不做，很多都没有做到的。包括我自己以前小的，以前没有入佛门的时候哦，我就是因为没有闻佛法，所以我外财师我都没有做，内财师我都没有做。我未曾听人家说捐血是一件善事，有的是什么我们不可以去捐血的，我父母亲其实他也不懂，所以他不给我们去捐血的，他不给我们去捐血的。所以呢，我的家里人很多全部因为没有听闻到这种的法哦，他不这种说捐血是一件善事，可以给我们累积功德，没有人跟我们讲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做了。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接触到佛教了以后，我听闻到哦，原来这个也是一件善事，我们可以去做的。所以你看那些没有听闻佛法的人，很多善事他们都没有做的，很多都是为自己的。以前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过来人，所以我跟你讲的全部都是我的东西来的。有佛法跟没有佛法的非常差别非常的大，很多善事我们不去做的，如果没有听闻到佛法。所以今天如果你听闻佛法越多，你这善事做的越多的。就好像刚才有那个 sister 讲了，禅修怎样会有功德，如果你没有听闻到的话，你哪知道禅修是有功德。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不知道它是好的，是善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禅修有功德，有很殊胜的功德，所以他们不做，他们不去做。很多你看有多少多少多少佛教徒到今天没有用心的去做禅修禅，为什么？很多都没有听闻到禅修是怎么的重要。禅修可以给我们带来很殊胜的功德，很高尚的功德，禅修可以给我们带来往生180善道，可以给我们带来解脱，有谁跟我们这样讲？没有啊，没有啊。所以很多人都不去做这些善事啊。但是今天我们有了解，我们一直有听闻，所以我们开始有做啊。我不知道你们啊，我讲一直讲一直讲。所以如果你一直有听我的课的话，你会看到我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讲禅修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做。就是因为我们有闻到佛法，所以我们才知道哦，这件我们做这个善事原来有很好的功德，我们才去做吗？如果那件善事如果没有功德，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你没有听到做这件善事是有功德，所以你肯定不去做啦。这件善事有谁会去做？你没有听闻到它有它的好的功德。如果你有不好的业，你遇到不对的人，他说你这件善事不可以做，没有功德，他会不好的，他你会走火入魔，你会怎样？他会讲了一大堆负面的东西哦，你听了我是我哦哟，不要我这样，我就不敢做咯。所以你算起来你衰咯，你遇到这样的人咯，你倒霉啊！你遇到这样的人跟你讲这些善法变成恶法，你倒霉了。你遇到这些愚痴者，你倒霉，你遇到这些愚痴者跟你说这件禅修是恶的，是不好的，所以你就不要做了，算你倒霉了，遇到这样的人。但是我在经典里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部经典佛陀有说坐禅会走火入魔，没有啊。反而佛陀有说坐禅可以让我们解脱，让我们得到禅，让我们可以得到清净的心啊。佛陀我没看到任何一部经典佛陀有说坐禅会走火入魔，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给我知道。
所以你要遇到有智慧者跟你说得很清楚，善法与恶法的话呢，这个也是看你倒霉不倒霉哦。你倒霉的话，你不是遇到那些讲负面的，好的他讲的不好的，不好的他讲的好的咯。我以前我又是这样的啊。以前我们没有佛法的时候，我们认为出家啥的，出家去出家啥人来的，做和尚啥人来的，不会享受人生的，因为和尚不能享受人生的吗？也不能娶老婆的吗？什么都不能，很多都不能去享受，完全不能去享受人生的。所以做人有什么意思？我们还这样讲，做人有什么意思？不能结婚，不能享受人生，做和尚做来做什么？无意思，为做人。哦，有啊，就是因为有这样颠倒想，有颠倒想，有错误的境界。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的见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闻正法，我们没有听闻，没有人告诉我们。所以，当我接触到佛教的时候，我去了解佛法，我去听闻的时候，哎呦，原来出家原来是这么好的，原来做回小是真好的，原来做回小就是其实一直在行善，一直在累积善业，一直在修行。然后到最后呢，所累积的这些善业的功德，原来可以协助我们下一生可以往生善道，甚至更好的话，它可以让我们得到解脱。哇，我才了解原来出家原来不是以前我认为的是错误的。所以闻法呢，它就可以纠正我们的这些错误的思想，它可以纠正我们的错误的观点。所以闻法就是可以让我们产生正见。所以为什么佛法法布施的功德为什么这么殊胜？它可以让我们产生正见，让我们呢有正确的这个人生观，在这个很多事情上，我们的种种的善事可以让我们清清楚楚了解。不然的话呢，我们都是有颠倒的，善事当作是坏事，坏事当作是恶事的。所以变成讲呢，我们去追求财色名食睡是好的。以前我们没有佛法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我们认为人生就是要追求财色名食睡，那么做人才有意思嘛。但是我们偏偏忘了，原来我们在追求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原来是没有累积善业，甚至我们会不择手段的去追求，我们用错误的方法去追求这些目标财色名食睡，无形中呢给我们累积到恶业，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一直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人生去追求这个财色名食睡的时候呢，追到最后的时候呢，一场空。因为我们投心投入，我们全心投入在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善事我们不会去做了，我们不会去行善了，我们不会去布施了，我们不会去修行了，不会了，更不用讲到文法，更不用讲到修禅，这些善事我们不会去做了的。很多善事我们不会去做了，我们要的是什么？财色名食睡，每天都要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一直追啦，一直追啦，一直追啦。所以追到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呢是什么？完全没有去累积这些善业。所以当我们没有去累积这些善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死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的下一生去哪里？我们下一生去哪里？肯定是恶道了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累积善业啊，我们没有累积功德啊，是不是？没有累积功德，没有累积善业的话，我们下一生会往生善道吗？所以各位我跟你们大家分享，就是说往生恶道是很容易的，真的。你要往生恶道很容易的，你不需要去行善的，你不需要去修行的，你每天你都是在享受你的人生就可以了。每天啊，你什么善事都不用去做了，你就可以下了，你就可以来生，你就是可以下恶道了，不用去行善，不用去做好事，不用修行的啊，什么善事你都不要做，你就肯定你就往生恶道了，很容易去的恶道。但是你不要往生恶道，你又就是要修行，要行善，要修禅，很多善事你要去做了。你要解脱的话，更加多善事你要去做，如果你要脱离生死轮回，更加多的善事你要去做。
所以要你要得到好的，你必须要牺牲，你要必须要牺牲很多东西的，要像我们出家人这样，我们为了要得到更好的那些果报，甚至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要得到脱离生死轮回，所以世间上很多东西你们追求的，我们要放下的。你看悉达多太子本身，他为了要追求解脱，他放下他的一切，放下他的做国王的机缘，放下他的太太，放下他的儿女，放下他的父亲，放下他的王子的生活，那些享受的生活，放下一大堆的宫女，这些都是我们人生要追求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哦，现在所追求其实都是悉达多太子都是不要了的，悉达多太子当作那些都是不好的东西来的，那些就是一直束缚着我们，脱离不了这个生死，脱离不了种种的痛苦。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佛法，我们没有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追求就是悉达多太子不要的东西，垃圾来的，那都是垃圾来的。他完全不能协助我们得到好的果报，一直在享受这些人生的六根的享受，才色名食睡罢了，还有什么？没有了吗？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佛法的话，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这些咯，追求才色名食睡罢了吗？还有什么目标可以追求的？如果你不做一个普通的人，如果没有不要走这个修行的道路，不要走这个解脱的道路，你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才色名食睡吧，对吧？如果你不要去追求这个五种的目标，你的人生还要什么？出家咯，修行咯。没有了解佛法，你看今天我在这个社会上，我爬山的时候，我认识一大堆的那些爬山队友，他们没有佛法的，他们很可怜的。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啊，哦，很可怜的，他们没有人生目标的，他们不懂得哇，趁这个时候啊，我要禅修啊，要静坐啊，要去行善，他们不懂的，所以他们每天就怎样打发时间啊，爬山的时候爬山，然后谈天，一直什么都谈，什么谈，晚上的时候呢，去 enjoy 啊，吃啊，找朋友啊，喝酒啊，这样哦，他们就是财色名食睡，这样过日子咯。他们人生每一个人没有佛法的话就是这样过日子嘛，对不对？各位，你们认为嘛，都是这样过日子的啊。以前我还没有学佛的时候，我就是不是喝酒就是赌博啊，做工啊，一有空就是喝酒赌博啊，然后看电影啊，然后东讲西讲啊，找朋友啊，谈天啊，就是这样过日子啊，人生没有目标了。但当我了解了佛法以后，我才知道，哎呦，这些东西都原来对我们，哦，对我们呢、啊、未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那些没有佛法的人，你知道吗？你知道他那些没有佛法的人啊，你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不知道的，他们没有人生目标的。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那些没有佛法的人真的是很可怜，那我们又不能跟他们讲，他们根本都不信这套的，你叫他来布施啊，你叫他来持戒听闻佛法静坐啊，很难的。你要他们都知道我在山顶上啊静坐的嘛，他们都不来跟我学啊，他们知道曼殿在那边，师父在那边静坐，他们也不管，他们也不会说啊，来啊，曼殿你教我静坐啊，给我知道啊，静坐的利益，给我了解坐禅为什么要坐禅，他们问都不问了，问都不问了，他也不管你，他们也是照他们做他们的，所以可怜哦，众生很可怜哦，没有办法啊。那我们又不能随便跟他，佛法不是可以随便跟人家讲的，你不要以为说哇，因为他们这样你去跟他讲佛法，你试试看啊。佛陀啊，佛陀本身他也是知道的，有时候啊因缘不记住他不讲佛法的，佛陀也知道的，有一些人啊因缘时间不到他不跟他们讲佛法的啊，佛陀也是会看的。所以我们做我们学佛的人，我们有慧眼，这个人可以跟他讲，那个人可以跟他讲，这个人不可以，那个人不可以，我们很清楚的，我们一眼看下去我们就知道了，哎，这个人可以跟他讲佛法，那个人不可以的，一点都不可以谈，所以我们就你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咯，就是这样罢了咯，不然讲啊，我们做不了什么。等一下你去跟他讲佛法的时候啊，他
他就讲那些负面的，你更惨，你给他造个那些业更不好，所以不讲，不讲还有朋友做。所以啊，哎呀，所以你看我开这个直播，只是大家要听听，不听也没有办法的。所以你们的言吧，你要听听，你不要听，不用紧的，我讲完了，我的东西放在了啊，你要听，你又听不听，对我没有损失的，我只是为了我自己的这个业，我去做这个布施，我知道这个布施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我知道我所给的是一个智慧，让一个人呢有这样的智慧，让一个人呢，哦，有了智慧了以后，他做人他就没有这么苦，让一个人呢，听了我的法了以后，他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他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这样罢了。所以我们说法者呢，其实真的可以改变一个的人生观的，很多时候每一个人啊，就是因为有闻法，所以我们的人生观会改变，所以这个法的功德非常的殊胜。所以我希望说各位，你们有一天你们自己也可以哦，也可以做这个法布施啦，听懂吗？要皈依佛，要去佛堂吗？这个皈依呢，其实如果你是北传的话呢，你就是要在北传就跟南传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这样咯，清楚吗？我要讲的话呢，等一下又伤到北传又不好，清楚吗？所以有时你们问的问题啊，有时我你们问的问题，有时我如果要讲用南传的教法来解说的话呢，可能又得罪北传，所以有时你们的问题，有时我不大要回答，就是这样，清楚吗？讲到这个皈依，在我们南传的教法里面呢，是你每天你都在家里，你肯定啊，不但沙拉南嘎扎咪，达曼沙拉南嘎扎咪，三看沙拉南嘎扎咪，鲁地央比达地央比啊，你念完这个三皈，你就是皈依佛、皈依三宝了啦。那么如果你来道场的话，你来做供养，午餐也好，或者是大多数都是晚午餐呐、啊。OK， 早餐我们只是简单的啊念供养文罢了。那么如果午餐呢，如果你去南传的道场呢，他们那蛮爹呢，那出家人呢，他们就会传授三皈五戒，他们就会传授啦，三皈依你念咯，跟着蛮爹念，然后呢五戒传授三皈五戒的时候，你就是三宝弟子了啊，这是我们南传的教法。不然的话你在家里念念三皈五戒都可以。所以在南传的教法里面呢，你要受持三皈五戒呢，哦，有机缘你不是去道场咯啊，去师父前面啊，跟他要求他传授你三皈五戒，那就 OK 了。不然的话，像 MCO 时间你就不能的话，你不是在家里都一样的，皈依不皈依也差不多哦，一个形式上在那边，听懂吗？在佛陀时代，很多他们皈依哦，在佛陀时代他们讲受三皈依的呢，就是说那个人哦，那个听者。听了佛陀说法，然后他领悟了，他了解了，哦，这么好的法，哦，正确的法，所以那时候呢，他就向佛陀求受三皈依，他就在佛陀前面就念，不当沙拉啷嘎扎咪，达曼沙拉啷嘎扎咪，三干沙拉啷嘎扎咪啊，这样就皈依了，就没有了。所以南传的这个教法呢，是比较简单。哦，没有特别的哇，在某个场合、某个时间、某个日子啊，你来啊，然后念三皈五戒，然后呢，给你一个三皈五戒的那个证明书啊，才叫做三皈，那个是北传的 ，OK， 北传的。那么在南传的教法里面，你要每天都念都可以，所以每天你来道场，你都会念三皈五戒。每天呢，我们出家人都会传授三皈五戒，每天都可以。所以那个只是次要啦，各位，我告诉你，那个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清楚吗？只是念你念三皈五戒，只是提醒你你是三宝弟子，只是提醒你你必须要遵守五戒，因为三宝弟子必须要跟别人不一样嘛。哦，你成为三宝弟子，你念三皈依了，你的行为所作所为跟外面的人一模一样，那么你皈依什么东西？你还下水我们三宝哩？如果你不好好的去遵守这个五戒，你皈依三宝了，你必须要有五戒的，懂吗？你不要只是念三皈依了，然后你的五戒你就不跟，如果你不跟的话，你皈依做什么？所以我们佛教徒的身份要跟其他
其他没有学佛的、没有皈依三宝的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人家看到我们佛教徒的所作所为呢，是有很大的不同咯。清楚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南传的教法里面，你念三皈依，接下来就一定要念五戒的。所以你要，如果你说你是三宝弟子，我们普通说就是佛教徒。所以身为一个佛教徒的话，五戒你必须要遵守啦。如果你不要遵守的话呢，那么你念三皈依做什么？你人家都知道你是三宝弟子，所以三宝弟子呢，他的所作所为必须要有特别的啊。所以如果你遵守五戒的话呢，你就会给人家看到，哎，你是佛教徒，你的行为喂好像很有道德这样哦，因为五戒就是道德的生活嘛，所以你给人家产生信心嘛，你的所作所为，你有五戒，有五戒在你的生活中，所以人家会看到，你们学佛，好像很有道德这样，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然后又口德，然后呢又不用那些酒类毒品来麻醉你自己，所以你给人家看到什么？其实佛陀的教义很好啊，你表现出来给他看到你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很有道德的人啊，所以他就对佛教有兴产生信心了，所以他就会慢慢有兴对佛教有兴趣了。他一有兴趣，他就去研究，一研究他就成为佛教徒，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你受了三皈依，你不吃五戒，那么你跟外面的人有什么差别？你会给人家讲，哎呀，这恶慧嘛是香的。你是学佛者，你去拜佛，你去供养僧团，那本是差不多想的，想别等呢，忙不会怕死的，还会杀生，还打蚊子，还会偷人家东西，还会邪淫，还会恶口骂人，一说供骗话，还会骗人什么，没有口德，你还会麻布，所以你们佛教徒，你还会去麻布下水啊？我告诉你，给人家看到，哎，都恶会能够领酒的咩？是不是我们三宝不是没有脸了咯，我们的脸不是给你的那个行为丢到完咯，那人家怎么会对三宝有信心啊？人家怎么会对佛教有信心啊？所以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我们 based on 我们的戒律，我们去遵守，那么人家就会有信心嘛。这个就是智慧来的。所以我们学佛了，我们不要跟外面的人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我们必须要给他们看到我们的不同点。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一样的话，那么跟外面的人有什么差别？那我们进入佛门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还是这么吝啬啊？波西不要做波西，减少，我是still减少。我会让你学佛者第一个善事要做的是什么？布施啊。布施啊，慷慨啊，大量啊，大方啊，布施啊，戒啊，第二就是戒啊。哦，我是这样讲啊，一般上我们最基本的，各位，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比较有素质的佛教徒啦，比较有素质的啦 ，OK， 佛教徒啦，你必须要布施、持戒、闻法，诵经，然后禅坐，布施、持戒、闻法、诵经、禅修咯，啊，最基本的这五种善法你去做啦。这方面我不要再讲了 ，OK。我上个直播我已经讲了 ，OK。我下一个播我还在讲这个吃素的，那个是在我禅。讲这个禅修的时候才讲的，今天只是讲布施 ，OK， 啊，吃素的迟点再跟你们再分享多一点哦，我已经讲了两个波了，哦，不要这个波不讲吃素了 ，OK， 讲布施，为什么这个法布施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所以我再给你们看一下，重看佛陀讲 ，OK， 为什么我说法布施这么重要？我再重给你们看，哦，因为呢，如果不闻法的话呢，
哦，对方就比较少闻，很少闻到这个正法，很少闻到正法，哦，他们的人生观呢，就是有很大的错误的见解。所以佛陀说，少闻的人呢，少闻寡闻，在这边他主要的就是少闻这个正法的人，所以他的成长就好像牧牛这样，唯真经肉而不真智慧咯。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这是佛陀讲的一句话哦。如果我们没有闻法，就是说我们的智慧没有成长了。OK，所以为什么闻法这么重要，研究经典这么重要？所以在北传的这个。在北传的这个三规里面呢，第二种规就是皈依，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这个是北传这三规里面的它的含义。哦，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所以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知道了闻法的重要性，研究经典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呢，我们的智慧不成长哦。OK，但是我们闻法呢，只是让我们得到世间的智慧。OK，只是让我们得到世间智慧，最少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了解善与恶，善与恶。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上只是了解的是什么？世间的善与恶罢了，世间法。我们会对这个世间法呢有更深的了解，但是呢，对这个出世间法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了。OK，尤其是我们对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这些善法呢，哦，这些是比较高尚的善法呢，我们如果没有通过禅修的话呢，那我们完全不能了解了。而且呢，这个禅那的境界、禅定的境界跟涅槃的境界、圣者的境界呢，用文字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用文字没有办法形容的，它是要我们自己通过禅修里面去体证，我们才知道是什么。而且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来的，所以这些禅那的境界跟圣者啊，这个圣者的境界。尤其是出世间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呢，我们从书本上呢去了解，完全了解不到的，清楚吗？所以，如果你要真正去了解禅那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哦，出世间的三出世间法的话呢，你唯一你要的是什么？通过禅修。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个禅修这个善法的话呢，你永远不能了解出禅的那个禅定的境界，或者是出世间法，完全你不能了解。你闻法，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只是世间的善法罢了。道理就是这种，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能解脱。可能你能只是保得住你这一生呢，没有造更多的恶业。让你呢累积更多的善业，而让你呢继续往生，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呢，只是在善道投生。所以你闻法的利益是说，让你了解世间的善法，只是让你大业去了解这个禅那的境界、涅槃的境界罢了。所以你必须还是要有得到更高、更圆满的智慧的话呢，就是你要通过禅修。通过禅修里面，你自己去体验，所以你不要问我禅那是怎样的，禅定是怎样的，涅槃是怎样的。即使我如果这一生我有那个境界，我如果这一生我体验那个境界呢，我跟你讲，你永远不能了解的。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跟我们有讲得很清楚，普通的人凡夫不要去了解圣者的境界，你会安定个不？你完全不能去了解的，即使他。因为那种的境界只能用比喻，只能用比喻给你去了解那个境界，但是真正的那个境界是怎样的，只有你自己去体验的。所以，尤其是出世间法、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些圣者的境界呢，如果你还没有体证的话哦，你不用去解说，你解说不到的，就好像小孩子。你跟他讲做妈妈、做爸爸的那种
感觉是什么，他永远体验不到的。所以我们还没有解脱，我们还没有修到那个境界，我们其实好像小孩子罢了，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的。要小像小孩子，你跟他说因果报应，他完全都不知道是什么，是圣地是什么，上法印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了解的。那无常苦无我，你没有禅修的话呢，你也没办法去体证它是什么东西，你完全不能了解无常苦无我是什么，你只能是表面上粗俗的去了解，但是真正它无常苦无我呢，你必须要通过禅修里面你才知道是什么啊。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去问这些，哇，涅槃是怎样的啊，哇，禅那是怎样的啊，我跟你讲都没有用的，你都没有修，对吗？而且这些是抽象的东西，很多东西是你自己可以知道罢了，通过禅修。就好像佛陀讲有一个比较，你喝水你知道水是温暖自知嘛，我跟你说，你说甜，我说哎，这杯咖啡很甜啊，你去喝啊，你知道哦，它的甜是怎样的，对吗？我跟你说甜，我怎样跟你去形容甜是怎样的，你甜我没办法表达，但是我的个人的经验，你要知道甜是怎样，你不是喝啦，喝那杯咖啡你要知道哦，原来甜是怎样的，辣是怎样的，酸是怎样的，你要自己去体验，自己要去吃，你不是知道了，只是跟你要问哇是怎样的，我怎样去跟你表达，怎样去跟你形容那个我所经验的呢。所以你必须要本身去修你才知道的嘛，清楚吗？所以你要我文法我们跟你讲解的就是说给你清楚的一个概念罢了。就好像说我时常要做一个比喻，现在我们要学驾车，那个师傅只是跟我们讲这个道理罢了啊，你要怎么加，怎么踩油，怎么踩 brake 啊，你要看镜子，中间镜子，旁边镜子，你要一直看，一直哇，很多东西你要学的。那个师傅他已经 master 了的，他可以跟你讲到头头是道的，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呢，就嘎啷嘎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他只能给你一个概念，哦，你的驾驶，你驾车的时候要怎样，他只是可以提供你一个概念，所以你必须要本身坐上去驾，自己去驾，慢慢的去训练，训练训练训练久了，你 master 了，你了解了，你不是知道驾车是什么东西哦？佛法就是这样的，你必须要自己去做。去修你才知道它是什么，只是讲，因为在我们世间，我们人所用的语言哦，非常的有限，人的语言呢不能表达很多东西的，能表达呢只是很表面的东西罢了。真的，如果你有了解这个佛法，然后你自己是有修的话，OK， 所以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我现在跟你说无我没用的啦，那个只是一个概念给你，你要从禅坐里面你就知道。你要了解无我的话，你必须要禅修。从禅修里面你先了解这个因缘和合法，然后因缘和合法里面你就自己去了解无常，了解了无常你就要了解苦，了解苦你就会了解无我。你真正了解无我的话，你就是真的出果，最少出果的境界。所以那些一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些圣者，他们就是已经真正体证无我是什么，他们真的看到这个五蕴仔细，他真的看到无我是什么，他完全了解无我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所了解是什么，从书本上的那种知识去了解，但是我们所了解的无我不是真正的无我。你要真正了解无我，你必须要体证最少出果。如果你体证不到出果，你不用去了解，我们跟你解说也没有用的。即使我体证到出果圣者的境界，二果、三果、四果，我跟你说无我，你还是不能了解的。无我不是一个观念来的，无我是你必须本身要去体验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才真正的了解。我们只是表面上哦，可以做一个比喻罢了，用比喻来给你了解无我，但是真正的无我你必须要体验，你能体验一次真正的无我，你就是真的出果，你真正的看到无我是什么。所以如果没有禅修的话呢，
你不要去想，你不要去想，你还是老老实实一步一脚印的去修，去修，去修，就是这样吧。把那个方法掌握好，然后你慢慢去体验，慢慢去体验。以前我不懂的嘛，很多很多佛法里面书本上讲的，讲是可以讲啊，了解归了解，但是你真正要去体验啊，你去体验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如果你没有修禅的话呢，什么都不用谈，那变成空谈，它只是给你一个很粗俗的一个概念罢了。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争论，争论很多很多这些啊刺啊又可以解脱啊啊，刚才有人说翻身啊又是好事，很多东西一直在争论，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很多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的人，我们是保持静静的，因为你跟这些人去吵也没有用的。很多很多我跟你讲了吗，我们如果没有佛法没有智慧的话，很多很多善事我们当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去做，我们当作是善事，所以我们有颠倒想，我们有颠倒想，很多善事他们不做，他们不要努力的去做，反而去做那些我们看来是不是善事，他们当作是善事来做。宁愿把那笔钱花在去买这些东西来翻身，他不宁愿去把这些钱花在去救人，花在给那些需要的人，花在给那些洗肾中心、孤儿院、老人院，他们宁愿把那些钱去买这些东西来翻身。所以你说对吗？那边需要钱，洗肾中心需要钱，老人院、孤儿院啊，他们没有饭吃，他们更需要我们的资助，为什么我们不去做，我们去买那些动物来翻呢？对吗？这个就是颠倒啊，这个智慧不够啊。所以就是很多各位，很多如果你一直有听闻佛法，你慢慢你就知道很多我们人生所追求的哦，去做很多都是错误的，真的。只是我们如果我们讲的话呢，我们就会伤到很多人啊。所以讲正法不好讲，我告诉你真的不好讲，你会伤到人的，他们的很多不喜欢听我们讲正法的人的，真的，我自己也是有发觉到我们讲正法他们不喜欢听的啊。你们有了，你们百多个喜欢听我的课，不错了，你们有善根了，你们要追求正法，你就听我的啦，我不跟你们讲迷信的东西啊。OK， 讲又11点了，所以我们就要收工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发愿 ，OK， 来发愿，然后我们来回向。很多人不回向的，听课了，等一下很快就回。你看我现在152个啊，当我们练完这个回向文啊，剩140多罢了。很多都不要回向的，做了这件善事啊，自己吃到完那个功德，不要把功德回向给那些众生看不到的分享哦。好，我们一起来诵念。伊达咪达曼萨万南阿萨瓦开呀瓦汉霍都，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伊达咪悉朗玛嘎巴拉雅那萨巴扎哟霍都，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智慧。伊达咪布央利巴那萨巴扎哟霍都，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伊咪那布雅嘎咪那玛比巴拉萨玛嘎布萨旦萨玛嘎布霍都，雅瓦利巴那巴迪亚，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因我永远不异于之人，常益善之事，直到体证涅槃。伊玛诺布雅巴冈萨巴萨达南迪玛，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萨别萨达苏基昏都，应一切众生常住以安乐。伊达咪亚蒂南霍都苏基达昏都亚达哟，伊达咪亚蒂南霍都苏基达昏都亚达哟，伊达咪亚蒂南霍都苏基达昏都亚达哟，伊达瓦达扎阿咪希三巴丹布亚三巴丹。萨比迪瓦萨比萨达萨比布达阿诺布丹图萨巴三巴迪西提亚
以此获得及累积的功德，回向与父母亲属、往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生物，愿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愿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沙嘟沙嘟沙嘟。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礼敬三宝、父母和导师。伊玛雅达玛努达玛巴迪巴迪亚不丹不杰米，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雅达玛努达玛巴迪巴迪亚达玛不杰米，礼敬达摩，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雅达玛努达玛巴迪巴迪亚桑卡布耶米，礼敬僧伽，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雅达玛努达玛巴迪巴迪亚玛达比多南布耶米，礼敬父母，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雅达玛努达玛巴迪巴迪亚阿迦利亚南不杰米，礼敬导师，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好，接下来呢，曼蒂来祝福你们大家。萨比迪欧比瓦赞图萨巴鲁格比那萨图玛迪帕瓦万达拉哟。苏基迪卡尤格巴瓦比瓦达那西迪萨尼扎瓦达巴扎伊诺扎达鲁达玛瓦坦迪阿尤万诺苏康巴拉巴瓦图萨巴曼嘎兰拉甘图萨巴迪瓦达萨巴布达诺帕比那舍达舍提巴曼陀提巴瓦图萨巴曼嘎兰拉甘图萨巴迪瓦达萨巴达玛努巴比那舍达舍提巴曼陀提巴瓦图萨巴曼嘎兰拉甘图萨巴迪瓦达萨巴三卡努巴比那舍达舍提巴曼陀提。沙嘟沙嘟沙嘟，啊，是不是？我想要念完这个发愿文跟回向文，剩140多个咯，所以10多个整10个不见了咯，所以很可惜咯。所以刚好今晚呢，他的亲人呐、啊，他的作恶鬼道的众生呢，他的亲人刚好今晚要功德，他没有回向，他就拿不到咯，啊，所以很可惜啦。所以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讲了吗？回向功德。啊，是多花一两分钟都舍不得花，啊，跑去又离开了，所以不用回向功德，所以刚好今晚他的亲人做恶鬼的要功德，他没有得到，所以害到他们喽，又继续在恶鬼道受苦了。OK 了，再讲下去，等下人家不喜欢了。OK， 所以呢，感恩大家今晚呢抽出你们的宝贵的时间支持我，啊，今晚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功德，我将以这个弘法利生的功德呢。弘法利生的功德与你们大家分享，因为我的功德呢，啊，可以协助你们呢早日得到圣者的智慧，啊，修行没有障碍，早日脱离这个生死轮回之苦。所以呢，我再次跟大家讲，因为MCO 明天是最后一天，过后呢就结束了，啊，所以呢我会比较少开直播了，有的话呢只能一个星期呢，啊，可能是一堂课。因为呢我本身呢我在这个在这边呢，所以我的每一个拜师的这个福建话佛学课呢也是要开始了，哦，所以我也是要忙做这边的课程了，所以我最多我可能只能一个星期我会安排一堂课给你们啦，哦，但是我会尽量如果有时间我会尽量安排，哦，到时候呢如果我有开直播我都会提早给你们通知，如果我没有通知的话呢就是没有开直播， OK， 所以感恩大家继续给我支持啊，有这个心开直播与大家分享佛法，所以感恩大家，所以在此我跟大家说声晚安，我们下个直播见。